吃饭，今天我们来吃个豆豉虎皮辣椒，它的椒层在主页置顶作品，姐妹们可以看看。豆豉炒的辣椒好香，豆豉拿来炒回锅肉、焖鱼、炒虎皮辣椒、炒鸡蛋、炒辣椒、炒鸡肉都可以。还可以拿来直接拌米饭、下面条、下粥。这豆豉是一坛一斤，严严实实的一坛，它是用农村的菜籽油炒熟的，然后它底部有点油，姐妹们说的话先上面干，可以把它空过来放半天，可以拌米饭。麻辣就是喜欢吃辣的，选特辣的、麻辣和香辣都可以。这豆豉没有添加剂、防腐剂，农村做的。拜拜。今天我们来吃个凉拌海带丝，过年大鱼大肉吃多了，这个就是比较爽口。
做点多。我们的海带丝是这样的，它是小小的一包，就是就能泡这么一盘，然后可以冷水泡2个小时，或者是温水泡半个小时。喜欢吃软一点，凉拌的话可以煮一下，也可以拿来煲汤，拿来炒，拿来炖汤，这些都可以烫火锅，但无沙，没有沙的。也不用切。